Volvo C32.4 第五掀背车上市前抢先试驾，谁说 Volvo 是永远的老人牌？看看这辆专为多金新贵设计的 C30 掀背车，新潮流线的外形搭配短截的车尾设计，呈现出一种时尚的优雅气度。赶在车展上市之前，我们今天带大家来抢先试驾。由于车长只有 4.26 公尺， C30 开起来十分轻巧灵活，尤其是试驾的 2.4 第五车型，跟配上的运动化的18寸轮胎，让刁钻弯道的稳定性大大的提升。而这具有180匹马力的 2.4 升直列五缸柴油引擎，在转速1750转的时候，就能释放出 35.7 公斤米的扭力，在直线加速时的爆发力有惊人的转快。内装部分 ，C30 采用跑车方向盘、跑车座椅及中控台金属饰板，后座使用独立双人座设计。打开全玻璃的尾门，将座椅打平后，就可创造出置物大空间。新车售价149万元，在12月26日开始的台北车展，车迷就能一睹它的风采喽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